啊，今天我们要出去玩吗？嗯，我也不知道，感觉今天好像还有点无聊。嗯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今天出去走走的，要不然我们出去约一下吗？哦，你也没有时间啊，那好吧，那就算啦。那我去看看艾玛在干嘛？艾玛，你在干嘛呢？嗯，我在和我的娃娃小熊一块玩儿。嗯，那好吧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玩儿？我还是算了吧，我不要跟娃娃一起玩。汉娜，汉娜，嗯，干嘛？我在写作业，而且我还要打电话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么做的，没错。嗯，我觉得，棉花糖有点太甜了。啊，拜托，每次都要说这个独角兽，独角兽，啊，我觉得好无聊啊。嗯，汉娜，我爸爸妈妈，我们可不可以去一下市中心玩？我想到市中心去玩一下，好吗？拜托，拜托。嗯，去市中心玩，但是我等会儿要带艾玛去剪个头发呢。嗯，带艾玛去剪头发。嗯，真的吗？哎，我觉得这次我可以去争取一下，去，带艾玛，我去带艾玛去剪头发。妈妈，我可不可以去带艾玛剪头发？拜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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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。嗯，那好吧，那这个其实理发店呢，也就是在。那条街的旁边就可以了，那马上就会到的。嗯，我觉得他这里还是有点奇怪的。妈妈，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艾玛，我这里有一个新的这个消息要告诉你，就是我要去带你去剪头发喽。哦耶，剪头发，我最想要做的就是剪头发，我觉得好久都没有剪头发了。嗯。那好吧，那要是他愿意去的话了，那我就带他去好啦。嗯嗯，你好，我是艾玛，我要过来剪头发。嗯，那好吧，我觉得他还是不是特别的确定我们来了。哦，艾玛来啦。嗯，你妈妈跟我们说喽，你今天想要剪个头发，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发型呢？嗯，我想要一个新的发型，一个新的适合于我的发型，这样的话呢，我就会非常的开心。嗯。哦，他这回有一个新的发型，要不然我给他加点颜色好了。那我可得跟理发师好好的沟通一下。哎嘿嘿嘿嘿，你好，小尤，你想要说什么呢？不不不，我不是想要说什么，我是想要说，上次呢，他是给了我一个特别奇怪的这个深红的颜色的发色，但是能不能你也给我的妹妹做一个深红颜色的发色呢？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起来像一家人一样。嗯，对对对，像一家人。嗯，这样啊，那好吧，但是他的妈妈好像跟我不是这么说的呢。嗯，那好，那我尽量给他试一下。哇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都快要困死了。你可以跟我做任何的这个发型设计，我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好啦，心爱的小艾玛，现在你已经做好我们的发型喽，你可以来看一下，看一下你喜不喜欢。哦，艾玛，太搞笑啦！怎么会看起来像这个样子？我还觉得挺好看的，我的头发的颜色就是这种，这非常淡的一个金黄色，我觉得超级好玩的。嗯，那好吧，那好像确实是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呢。嗯，我觉得这样的话非常的好玩呢。嗯，爸爸妈妈也都有这样的一个颜色，我觉得超级的好看的。嗯，怎么样，小尤？看来你是想要跟他进行一个恶作剧，还是没有做成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哦，艾玛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哦吼吼，哦，艾玛，你超级搞笑的，哦，太棒了！我觉得我看起来就像一个美人鱼一样，嗯，要是我有一个美人鱼的鱼鳍就好了。哈，艾玛，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嗯，我还以为你是在开玩笑的呢。嗯，不会，小尤，我真的觉得我自己长得特别像一个这个小的美人鱼。要是他能给我一些装饰就好了。我觉得这样的差不多了。拜托拜托，你再给他再加一个颜色吧。啊，那好吧。嗯，这样这个颜色的话呢，可能还会有一点偏差。哦，艾玛，
吼吼吼吼！你这个可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太搞笑了。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酷啊，看起来就像一个芭比娃娃一样。哦，这个简直就是我最喜欢的。哦，他怎么会这么喜欢他的头发呢？哎呀，无所谓了。我觉得这里是的话特别特别好玩儿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现在已经差不多了，你们已经是玩了非常非常多的颜色，现在真的是要进行一个选择喽，不可以再来换来换去了。现在看起来怎么样？你的头发还喜欢吗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我挺喜欢的。其他的这个变化也我也挺喜欢的。我现在可以就是穿这个颜色了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带着这个的颜色吗？艾玛，那我走喽，我要回家，你要跟我回家了吗？为什么你这么不开心呢？我还挺开心的。